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善田 Micky 啊。今年嘅夏天咧都差唔多过咗，跟住咧我买咗两对凉鞋，大家可以睇下嘅，就系呢两对嘅，一对系黑色，一对系 bling bling 嘅。呢对黑色嘅咧系比较百搭嘅，好多明星都会拣呢啲比较简约嘅，可能比较百搭吧。跟住呢一对咧就比较闪嘅。咁呢对鞋嘅话，我觉得着出去咧肯定。回头率好高嘅，拣佢冇错嘅。咁如果大家觉得黑色呢对比较百搭嘅好睇嘅话咧，大家可以喺弹幕嗰呢度打个一。觉得呢对 bling bling 嘅好睇咧，就打个二。咁我哋依家嚟试着下啦。嗱，依家呢对就系嗰对 bling bling 嘅轻奢水准高踭凉鞋。咁前面系绑带设计嘅，摆喺身高蝴蝶嘅系非常之好睇嘅。鞋头咧系两条一字带设计嘅，上面都系啲 bling bling 嘅水钻。我好中意呢对鞋嘅设计，上脚都好舒服。大家可以睇下啲细节嘅，系咪好闪好优雅咧？我今日搭配嘅呢一套咧就系、是、好有夏天 feel 嘅牛油果绿 lace 套装。整套衫的设计都是刺绣和珠片的，上面的三个袖是网纱设计的，可以遮下的拜拜肉，很显瘦的，后面还有一条拉链，穿和取到方便的，个腰那里有一层半透明的蕾丝，是不是有少少性感呢？现在看回一条裤的，是高腰设计都很显瘦。整套衫的面料都很柔软，穿起身很舒服，和这对鞋都很搭的。那第二对是一字带性感细跟凉鞋，是明星同款的，它的设计很简约，而且很显脚瘦，上身都很舒服，很好看，很百搭。我自己都很喜欢这对鞋，不怪之得这么多明星都很喜欢这对鞋啦。咁我搭配呢件衫咧系小香风设计嘅，件衫嘅颜色咧系好经典嘅黑白撞色，面料系粗花编织嘅，非常之优雅同埋好有气质。咁件衫胸前有两个假袋嘅设计，同埋啲钮都好好睇。咁我搭配嘅条裙咧系条纹西装百褶裙。是裙褲來的，不怕走光的，穿起身都很舒服，很清爽，很適合這個夏天穿的。大家看完之後有什麼建議的話，可以談評或者評論或者私信我的。大家如果喜歡的話，可以一鍵三連，記得哦。那這期視頻就在這裡要同大家講拜拜啦，咁我哋下一期再見啦，拜拜。